叛乱平定以后啊，国家恢复了稳定，百姓得以休养生息，南北商洛再次被打通，使得茶叶贸易需求大增，各个茶产区的茶农们都在努力地扩大生产。是，我们知道您不仅去了杭州、苏州、常州、越州等地考察，而且还在常州、梧州推动紫笋茶，成为了贡茶，这也促成了历史上第一座。 官办贡茶院的成立，极大地推动了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。此茶好啊！这一次的贡茶好啊！贡茶院大历12年，进贡朝廷的皇家贡茶，经官衙验收。 清点封装一毕，陆公，请宣告走茶。吉时已到，贡茶成韵。<笑> 诸位，严某即将回京赴任，今日向大家辞别了。严公，回京赴任是件大好的事情啊！恭喜使君。使君来到我们这儿，大兴茶叶，和陆公一起为我们家乡茶扬名，为百姓造福，带大家过上了好日子。安禄山反叛。 河北24郡，唯有严氏一门敢于叛军、抗战。使君，湖州的百姓舍不得您走，我也舍不得诸位啊。使君，到了京城，别忘了我们，这里永远是您的家，父老乡亲，时刻恭候，使君回家。恭候使君回家。 谢诸位，诸位保重。使君保重。